是阴谋论者，可各位有没有怀疑过，为什么电容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房屋无人居住，野生动物纷纷变异，时不时传来的诡异报道。要我说，这肯定和政府部门的秘密实验脱不了干系。我可能还真是个阴谋论者。啊，真的找不到几个理由让人想去双点线的沙漠地区观光，更找不到理由踏入这个最小的小镇。当然，我说的是烟熏镇，那里的流行消遣包括剧烈的咳嗽和排队等待手术。好吧，人总得有个地方住。
们回来了，挪威龙虾队可谓是开门红，这种开局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很难丢掉最终的胜利。当然就算如此，他们也可能并且有理由输掉比赛，正如在他们之前的很多队伍一样。他们将继续比赛，而我们会关注赛况进展。您正在寻找清洁头发的产品，考虑一下平平无奇吧。平平无奇洗发水，它能清洁您的头发，但不能改变您的人生。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。
维护公告，植物该浇水了。重大突破终于出现了，这可能是来自弗莱明顿的队伍泄气，但比赛仍在继续，它充满悬念，谁都可能获胜。下面是最新的赛场情况，我们的比赛场地状况很好，但云量可能会影响之后的比赛，但目前它尚未产生任何影响。培训课程结束，现在下课。
患者们即将到达药房。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，上午的比赛已成定局，下午的比赛还请大家拭目以待。目前双方都有占优的时刻，但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僵持是否会持续下去。幸运的是，今天下午大家都可公平竞争，跟我一起迎接比赛的回归和我随后的午餐吧。他的事情在单桅帆船球场发生了，一位助理把据我估计是芝士酱的东西撒在了记者席上，我想的没错，他撒在了我腿上。羊毛混纺可受不了这个，这对这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年轻新人的职业生涯来说很不友好。他能从困境中站起来吗？这位记者认为不能。
需要医生进行研究。年终总结就要到经历了4年无人指挥的乱世，双点线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，所以在下任市长选举中继续投给塔贝莎·丰斯克吧。塔贝莎·丰斯克不求最好，但求最稳，为双点线服务。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。失败，患者已死。
在临近今天比赛的最后一章时，奈吉尔爵士将公布今天的最佳球员。今天这份荣誉属于莫蒂莫·皮克斯。如果不是他，他的队伍连参赛人数都凑不到。而且，我们不能忽视他在赛场上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和闪光。很高兴看到皮克斯正处于他的巅峰。无疑，今天是他可以毫无水分地说出这句话的一天。我们在丹维帆船球场的有机绿色剧场度过了多么美妙的一天呢？让我们相约第二天，还是说第二比赛日？明天在双点广播电台不见不散。如果走运的话，我们将离今年巨点总决赛的结果更近一天。
是双点广播电台，欢迎回来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老瑞秀，我是主持人瑞秋霍桑，本节目由双点广播电台出品，闲话少说，好音乐马上就来。前两天我远眺尖点山的时候，突然有了作诗的冲动。我当时手头没有写诗的纸，
不过诗的主要内容大概跟雪、热巧克力还有摔成六节的腿有关。到底拿什么跟多处骨折押韵呢？要是我能想出来就好了。动物自立症患者们正赶往医院。维护公告，植物该浇水了。没胃口，没动力，没朋友，吃上几片干酪片，干酪片，三无人士的专属零食，为双点线服务。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。Thank you.
现在为您播报双点新闻。甘东镇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雪崩，将今年堆雪人大赛的参赛作品一扫而空。我们将持续播报雪人挖掘行动的最新进展。现在先来欣赏几段音乐。今天从大城市传来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，我听说我老哥的电台节目十年来第一次口碑下滑，请一起为我的哥哥西蒙霍桑祈福吧，希望他不要丢了饭碗流落街头，抱着爬满跳蚤的毯子，心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为什么他就是比不过他的亲兄弟瑞奇。阿西加油吧。
上的垃圾深表歉意。我们得到消息，据说巨无霸集团正在准备进军音乐领域。一周以来，他们一直在寻找有前途的歌手，来交报名费的人们早就排起了长龙。巨无霸集团已经宣布，这项举措为他们带来了庞大的利润。这些人怎么这么会赚钱呀？Thank you.
在干酪片研究所里，科学家们会选取最好的奶酪，结合有着好几代人历史的秘密奶酪配方，制作出了完美的干酪片。你可得尝尝这些干酪片。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。维护公告。